观众现在注意看，现在舞台上有一个铝合金做的箱架，他们在展示给观众看。大家可以看到箱架六面都很通透，没有任何的遮挡。我们知道一般的魔术师在表演的时候推出的道具箱都是封闭的，但是这个魔术首先亮出的是四面透风的框架。接下来他们在干嘛？哦，接下来他们在用一大卷的卫生纸巾再把这个框架给密封住。第一次看到能用纸巾把框架给封闭住。封完一个底儿之后，接下来他们要干什么？我们的魔术师手里边拿着一个手铐，现在我们这一位男性的魔术师已经把这个手铐带到了女性魔术师的双手。好，被锁住的女性魔术师现在已经钻进了箱体，接下来他们要干什么？他们继续用这个白色的卫生纸巾把这个框架严密的给封住。虽然给封住了，但是我们能够理解，像这一种纸巾一定是一触即破的。封住之后，我们会看到什么奇迹呢？一块金属的板子，魔术师要干什么？好，把这个金属的板子搭在这个框架的顶部。魔术师已经踩到了金属板子的上面，接下来会怎么样？所有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喊4 3 2 1，会发生什么？现在金属板上已经换成了女魔术师，而我们这位男性的魔术师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们这位漂亮的女魔术师在旋转这个箱子。现在女魔术师手里边拿的是一把钥匙，哇！而且，这位男性的魔术师手腕上也被手铐带锁死了。